分手啊，所以这边的话输入三分手。好，那以此类推，这个是五分手啊，五分手，那就一样点下去。那这个叫做 RP2 啊，先把这个地方改一下，改成五分手，这边把它改成七分手，那最后就是一个全手啊。先改成下一个选手，那名称的话呢，倒过来改，这个叫 RP 还是这样吗？这个好，拜拜，改一下啊，来再把那个名称 RP 这个应该是七分手才对啊。七分手，那这边名称也把它改一下。那改完这些部分之后的话，接下来哈，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，就是说，因为这四个哈，它是一个 group， 一个群组，所以呢，我们还要再多做一个设定，就是说，它有一个选项哈，叫做 group， 啊 ，group， 这边有个属性，也就是说，你今天设计完之后，还要把这四个设定在同一个 group 里面。也就这个 group 呢，假设我今天呢，这个 group name 哈、哦，如果给它叫 A 好了，那其他每一个都要是 A， 否则呢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做单选。如果没有在同一个 group 的话呢，变成每一个都各自可以选取。也就是这边的话呢，全部都把 group name 哈、哦，把它改成 A 好了。那 button 的部分呢，把它改一下，这上面改选择好了。那 label。记得名称的部分呢，把它改成 output 哈 ，LBL output 啊。这里的话，我想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，先把界面的部分先设计出来哈。